皇后斌休假。三藩市 Portola 区发生双重凶杀案，警方在一栋住宅里面发现两个人中枪死亡。凶杀案现场位于 Droit 街及 San Bruno Avenue。警方表示，昨晚8:44左右接报，抵达现场之后，发现屋里面有两个成年人被枪杀，证实当场死亡。警方话仲未逮捕任何人，有案件资料的人士可以致电警方匿名报案热线415-575-4444。